您的咖啡。谢谢。请慢用。喂，女士，请问有什么需要？给我一碟白瓜子。好的，请稍等。对不起，小姐，能不能稍微检点一点？到处扔着瓜子，我们怎么营业呀？你是什么东西，也配跟我说检点两个字？这是公共场所，当然应该检点。关你屁事！老娘喜欢，你管得着吗你？你是什么东西啊？给我找你们经理过来，叫你们经理过来。算了算了。哎。啊，是叫我吗？把这儿打扫一下。嗯。一看就是个玻璃杯。什么玻璃杯呀？我说它就是个咸肉装。哎，你他娘的才是咸肉装呢！你干嘛骂人？我骂你怎么了？哎，小姐，把手放开啊！你走开！你再说一遍，你再说一遍。哎哎哎！你就安分点，做你的生意，进货。我知道了，你放给我，你放给我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呀，哎哎，来人了，来人了，说什么说呀？哎哎，小姐，哎，你请。小姐，你去哪儿？乌龙潭。好嘞，解光，让一下啊，解光，让一下，解光，解光。嘿，蒋大哥，忙呢。三哥，跑哪儿啊？去乌龙潭。你呢？刚从新街口回来，不跑了，喝茶。啊，我也一样，快收了，收完喝茶啊！啊，好嘞，师傅，你能不能快点？哎，好，先走了。哎，夫人，您来看看这个吧。让一下啊！让一下，让一下！小姐，乌龙潭到了。小姐，小姐，你要下车吗？啊，给。谢谢。像是他。他是什么人？就是接头的那女的。你确定？太远了，确定不了。
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什么意思？你们不是说交代一个人就放了我吗？放心，我不会放你的。我们说话算话。那我得去确定啊。要是他的话，我就把帽子摘了。别耍花样，你跑不了的。我知道。去吧。 小姐。 别动，把手举起来。